落水客数的协会理事长用虾米在认真写着书法，不过伊写毛笔字的所在，唔是伫教室，竟然是伫便所底，这嘛是头一届经验。虾米在表示，其实将书法带到便所，变成一种文化，嘛袂歹。这里厕所是也是一个很，可以跟生活结为密切的关系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把这里厕所是一个肮脏的地方，只要你把它维护好的话，哈，这里说厕所是跟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。这些书法的便所是到六溪州国小，在今年得到教育处的经费补助来建建后来两座30多年历史的便所。这改建后的便所，嘛，让囡仔是加真介意。以前厕所都会臭臭的，现在不会，变得香香的。它比较窄。现在变得比较宽，现在厕所多了盆栽，比较漂亮。然后现在上面又那种书法字，看起来有点，应该说变得比较不一样。把厕所整个做一个翻修哈，那包括地板，然后空间天花板，那我们结合一个海洋的意象，还有一些更适合小朋友的一个空间，来营造这一个漂亮又干净的厕所。那是邀请刷家来到便所写毛笔字，这便所更加是溪州国小所有的师生共同的创意。校长蔡振龙表示，因希望便所唔那是便所，麦当是一个展现艺文空间的所在。我们的厕所文化就是不会像以前就是比较有一点阴暗啊，或是潮湿，而是一个很干净明亮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艺文的空间。以前上便所是真关键，现在上便所是一种的享受，阁会当欣赏到各种的作品。溪州国小的师生嘛笑讲，下课就是烧酒，要去便所咯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